关键的时候，现在9-9。好，三号有效。好，这个一号有下，一号推进啊，推进去之后呢，可以贴着过来。二号、三号没有，然后打四号、五号、六号，现在六号有点问题，六号有点问题。这一杆的难点就在于六号的交位，我们不知道这一颗六号有没有直接下。现在啊，如果有直接下的话，就没什么问题；没有直接下的话，就是一个问题存在的。哎呀，这一杆叫清了，这里都已经出问题了。那么这一杆要不要一个第一杆直接往这里拉？哦，一发力就不准了，也看到了关键时候心里慌吗？哦，对，对，北爱的晋级轮啊，资格赛也是资格赛啊。不好打呀，这一杆有没有？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。传不好传，发不了力，太近啊，太近，母球和六分球太近，六号球不是六分球啊。哦，有的打。哦，好了，这一杆只要准下就可以了。准下之后呢，八号叫九号应该不是多大的问题。应该不是很直，直接一库，直接上就可以了啊。哎呦，特鲁姆抢先拿到了赛点。好。这个是干什么？卡起来了。这不会杰森那个赛龙直接来个双赛点吧？要不要那么刺激呀？多少资格赛，多少中国选手，我没数过啊，我懒得去数这些东西，我对这些从来不关心数据。抢21局11胜啊，21局11胜。哎呦，两颗，三颗！哎呦呦呦，二号还是个好位，但是，这个三号有没有下？三号和五号在一起，三号和四号在一起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下球。有没有下球？特鲁普还在看，这是他的赛点局。如果没有下的话，
怎么搞？没有下的话，这个不好出来，不好出来要被挡啊。如果是把杆立起来一点点，从这里穿出来呢？哦，可以，如果没有下，可以做球。哎，没进呐，我都没去看那个二号哦，天呐，居然二号没进。啊，把那个难题交给了对手。你们刚才有几个人发现二号没进的？这一杆啊，关键的一杆胜负手啊，有没有下？我们还不知道。哦，有下。啊，有下，那么双赛点了啊，这一杆天哪，打个双赛点直接走一库。好的，不要太多，再多容易碰到九号。哎，这个教位教的不大好哦，他那个角度留的不够，留的不够，只能低杆打到这边来了。哎呦，死教啊，又发力蹬杆。好，一库，啊，两库。推进就行啊，推进自然走两库。好的，这个激烈激烈激烈，双赛点，不要慌，哎，不要慌，哦，20比20，现在，嘿嘿，好激烈啊！天哪，这个都没法开竞猜是吧？一开就结束了，哈哈。本来说让可以让你们开开金钗呢，玩一下，这个一开就结束了。啊，10比10，哎呀呀呀！这个。不过这个现在是杰森塞隆开球，这局谁开球谁占有很大的优势啊！开球进球可能会一杆清台，直接炸清。好，有球下两颗，一号五号八号啊158，现在剩二三四六九六七九，二号三号四号。六号、七号、九号，我怕你们看不清楚啊。但是这个二号呢，只能翻袋。二号翻袋之后呢，母球这样下来，打进了继续回来一点点。然后打三号的时候一个小低，然后打这个的时候一库下，哦，他不翻，哎，做了个斯诺克。啊，他没有翻，因为都是赛点局，还是不敢呐、啊，双赛点呐、啊，稍有不慎就要满盘皆输啊！这一杆做得好啊，把这个、不好搞这个，关键是漏不漏球，特鲁姆普有没有运气？没有运气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杆直接推进之后往这边走，今天是两个都打得快，好，刚好一点点，这种角度很舒服啊，直接出来一点点，出来一点点之后呢，打五号，可以多一点点都行啊。好，这个五叫六呢，可以低杆直接走，也可以呢这样来，也可以这样来。
看看他的一个选择吧。其实可以这样来，可以这样来，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因为这样走六角七就好叫啊，关键是六角七号叫这样走，他直接拉，直接拉这一杆就要。直不直？低杆回来还是高杆左塞？还是高杆左塞？还是低杆直接回？看不出来我们。低杆。好的，哦吼，特鲁普危险了。啊，现在速度已经慢了下来。啊，关键的时候一库起，直接。直接打不走库，啊，特朗普看来要挂在这一双塞点了，哦，好的，拿下比赛，这个是南非选手啊，南非选手杰森塞隆赢下了特朗普。双赛点还是打得很精彩。